乡有点点的路，同款的心情有无同款的结果？故乡的路留着过去的脚步，只是心情袂搁再落土。无论生活怎样苦，时间应该怎样度，跟着生命的脚步，找找着过去的种种。若是予我找着出路，你会靠我来抱，揽着他乡的风雨，一步一步行一条路。爱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角度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若是予我找着出路，你会靠我来抱，揽着他乡的风雨，一步一步行一条路。爱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角度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你在哪裡？請你有名利之事。看，誰這麼夭壽，敢用刀插你的火的腹肚裡？潘师兄，潘师兄，潘师兄在哪里啦？灿儿啊，是你哦？啊，你向阳走出去，还是走到哪里啊？你先怎？哪会拢唔讲话？无啦，我伫路下捡到一尊弥勒佛。哎呦，那遐拄好，安尼我知一定是弥勒佛显现啊。找到您胖师兄。阿弥陀佛。阿勇，小是你少爷房间，你哪走来这困？啊，都少爷拢无转来啊，我都来整理少爷房间，结果忝啊，我就这困。林少爷真是无转来，真是的啊！明知影，真歹势，我先去嘞。刘公主，请坐。
这是阮厝呢，正袂见笑，你要请我坐哦，我阁要请你出去呢。真歹势，我有公务在身，有一句话爱问你。哼，你有公务是你的代志，这是阮厝，我有我的自由，你还爱要放屁哦？你家己放啦，是嘞哈？阿婆，这阿婆，阿姑，你是要创啥？你接呢？江波头有要问你，你一句一句照实来回答。哼，阿姑，我是才顾你万心，万一伊若准把我当作是贼啊，你就该用绳啊把我绑起来，抓去衙门，让因把我判罪。你若真是有罪，阿姑会把你送去衙门。哼，你这是什么阿姑啊？我跟你讲，我无罪啦。既然你讲你无罪，你是你惊啥？你做你大大方方个坐呢？江波头问你啥，你就回答啥就好啊。好啦，你问啥，今日问啦。真巧嘛，你啊。你敢有算过，你已经几工无回来厝？你嘛真笑亏，我几工无回来厝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我那娘都无咧管我，当时轮到你来管。哼，起来！叫你坐咧，你是无体良心。你几工无回来？要去哪啊？你无回来，伫咧外面拢住伫咧倒位？做完老啊，有查某通啊耍，有酒通啊啉。身体嘛，我着困，困醒啊，搁继续啉。对啊，啊你有趣味无？哪种有趣味？我交代你，查某钱、酒钱，拢总拢我包啦。爸啊，你回来啊？阿娘，哎，无啊，啊你哪讲遐袂存车哈？我爸也无犯罪啦，你来要创啥？免你遐尼啊关心啦。爸，咱你来，卖菜。耶，你安尼是啥？你有事？我要劝恁几下几句话，唔知会用着无？阿爷啊，阿姊，你讲错。人讲先人拍鼓有时错，所以每一个人无可能是完全的。马云讲。人往往嘛会做唔到代志，所以我要考劝你，万一老脚步打岔，赶紧回头，唔通阁直直行落去。那无，到时恁阿娘都无在调你。是嘞。少爷，少爷，你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哪会遐尼大声啊？无啦，我是讲迄个细工诶，是去意外下咧。少爷，我去遐烧水，互你洗身躯哦。哎呀！少爷，你对阿母很阿婆啊！啊！啊！你太有这啦！这是我的。啊！你查甫囡仔人，敢提这要创啥啦？我介意啦。我介意唔较简单，我叫阿勇哦，摕几领来，互你就好啊。安怎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，紧啦。
阿婆，阿弥陀佛！有呢，我拄则要烧香哦，阿甲忘，阿都要滴嘞。奇怪，阿奈无去？阿弥陀佛！师父，原来你就是弥勒佛的化身。阿弥陀佛。 麻烦你，唔知恁遮有较亲近，未受到人搅扰的所在哦。我即马人无啥爽快，想要闭关静养一下。有啦，伫阮古厝迄边有一个好所在，绝对无人会甲你搅扰啦。小师兄。 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能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家里阿妈，哪里？我来带你回来啊。 等下，大家一件代志办完，我的事情，大家伫厝里陪你，好不好？唔好。啥物唔好？我后爹高主社的歹人，拢掠互我。阿爹。伊待乎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加固，离开你。 是我一生的错。陈大，哎，要不你是安怎嘞？ 七早八早，才来度过啦。哎哎哎，你是咧晒太阳啦？啊？你是不是甲恁胖师兄伫咧激气啊？啊？不是啦，我胖师兄失踪啊啦。啥？阿肥胖去啊？无，啊，一当时的代志啦。昨暝都无转去困啊。那这下怎啊？ 伊人受伤伫咧，还佫破病，万一出去人去拄着我歹人，看要安怎着？哎，虽然大，虽然大，你袂倒来。我要去你家，找明仔师兄，伊有讲要去胖师兄找一个闭关的所在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小师傅，这么早敢有甚物代志是？阮胖师兄昨有来找你无？
无咧，我已经几日敢无看到伊啊咧。迄就奇怪啊，伊是走去底咧。是要找恁老爸啊？不是我老爸啊。嗯，啊，若无你奈要找布袋和尚？阿婆，请问布袋和尚怎有来家呢？你是什么人？面前是布袋和尚。布袋和尚要来找布袋和尚，你唔家己要来找家己，莫跟我这老伙开玩笑的。师父，阮家婆你要找布袋和尚啦。阿弥陀，布袋师父敢真正无来遮？师父，伊真正无来啦。哎呦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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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我吗？啊！你把我当作我是仙啊！啊！屈指而算就知影，地卜先知啊！还是我也无法度。你小名上个？哎哎，仙辈啊，你讲话足咸的哦！你管错啊！是啊，咩安尼？不好啊！不好啊！恁两个虽然阿肥哦，我那么不好。伊不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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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话你不好啊！你才不好嘞！不好！你不好！你不好！你不好！先低压造，起家不好。恁家就是低啦，伊才对你不好。你不好啊！你不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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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让我出，不好啊！吓跑啊！吓跑啊！不好啊！哎，这个外财，哎，我那这个外财呢？不好啊！不好啊！哎，拜托你，我是出名的好主呢，你那吃名不好，吃名不好哩，这个外财呢？不好啊！不好啊！好啦，不好就不好啦。哦，你要向伊摆明笑啦，我要做生意啦。不好啊，不好啊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讲出来啊，不好啦，你，哎呦哎呀，哎呦哎呀，啊，不好，不好，哎呦，不好不好，小杂毛，小杂毛，你以后再卖点死好了。
对你不够好是应该啦。你才应该啦，不好啦，笑的啦，挨挂啦，不好啦，笑啦，嗯啊，笑啦，不好啦，不好啦，啊，这都乖乖写家好代志，不好啦。哎，慢过来，慢过来。笑哎！你敢扯到打个毛毛笑啊！你打啊！是什么代志哈？阿弥陀佛。施主，你敢会感觉这位夫人足可怜？不好啊，真可怜啊！你有听到？真可怜啊！施主，请你同情这位夫人，把伊放出来。哎，啊你叫我同情伊？哎，啊什么人要同情我？我爱饲老爸、饲老母、饲某、饲囝呢，你看，迄生理人家变变倒，啊！你咪叫我啉古井水过顿。阿弥陀佛。施主啊，连四岁囡仔都有自卑心，会晓同情这位夫人啊。阿弥陀佛。啊，免阿弥陀佛啦啦，我若要加家拜几工啊吼，我心内一百块永远都袂消啦。啊！啊！王林，我开始读《论语》呀呢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阿爹应交代两位阿叔，经常在咱家的正门后门巡逻。当阿爹无在的时阵，你嘛较安心。多谢阿爹。江统，刚才三组巡逻的阿发经过门口，要我向你报告。什么事？吴建明的娘被人关在狗笼子里。化缘的目的就是要给阿婆吃，所以你不用你吃。师父，我来也。阿弥，阿姨，阿姨，不好啊！把阿姨放出来。是。你直接拨我阮阿姨钱，我想要，但不过我的法律无够，报的数在遮，在外好。阿姨，我带你回来阮家好。
像啊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我真世人是欠你偌济，我的家啊，为着你，予你较坦实，我的心肝子，搁再为着你，生死不明。啊啊啊！你老人家，你来保护咱俩。我不会叫，你们莫担心。东头，你做阿弟来报告，讲你家的少爷下昼天未暗就出去，拄才才回来。你们刚才看到柳少爷回来，他的神色如何？他紧张兮兮的，四处观望之后才进去关上大门。你还没困啊？嗯，我有乖无？我听你的话，回来安尼。安尼唔只乖，安尼唔只听会入心。啊，我即摆你来困啊？嗯，较早去困呢，啊，明仔较早起来，我才带你来吼看老秀才查某囝。明仔载代志，明仔载再好讲啦。我要先来睏啊。我知你甲张怀天谈我出去迄段时间，提醒我一个字，然后就绑走我的囝。我无啊！你当然讲你无，死嘛唔识你。我甲你讲，我真正就是恁做。我喊你明仔午时进前，把阮家放倒来。现在恁阿娘，这就万万人一刀一刀，将你心上的割落。你干？我他妈的！叫做别哭兄弟我跟你讲一遍，我的件事我也不是免我，要不在我死之前一定会先爱你两条命。期待让我找到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。
吃完啦。嗯。来，阿姨，配菜，尽量吃哈。张头。嗯。我同志阿德，不要跟踪他。可是阿德已经去了。赶快去把他追回来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放心啦，我来看有什么代志，该讲两句啊，我就回来。你若过头无回来，你就找无我。牛郎嘞，你袂顺那麻子的，连敢会掉要死哦！哼，我唔那是麻子啦，我是会给高汤。海大爷，七早八早。有什么代志？海大爷，歹势啦，这现在给你插起来。无要紧，有啥代志对你讲。海大爷，拜托啦，伊讲了真个，因囝老是出问题，伊是真个拼命。你惊我唔惊？海大诶，要拼大家要拼，我了解这么大，还阁毋捌惊过啥人？海大诶，你唔惊我惊啊？我惊像我安尼出水啦。好啊，再阁讲。海大诶，袂用一人，拜托你只要放人好无？阿伯，无彩伊是翘翘啦，我即嘛放人，伊是揣哪点来掠我，那我要安怎？你哦，家下替你家己想。阿弥陀佛，你要从哪？我要来带伊走啊！姑娘，你好人唔做，跟这款人做伙，敢有前途性？我的代志免你管，既然你安尼讲，我要救伊，也免你管。你若搁振动，我就一刀甲你剁落去。你若要剁，做你剁啊！是你的上好的，用你的刀啊，独立的，甲我无地带哦。我嘛唔知奈变哪里死。歹势吼，囡仔我要带回去。你敢找我找会着？你刀是锯了真重哦，若要赶紧膏药啊，唔免一对死。血来来了伤多，你倒会。伊太让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
字排开，整一列横队，走。是。面向我城，一列横队，走。阿姨，刚才有听无？阿姨，刚才有听无？太好了！阿德，怎么样？江头，一切都按照您的指示，三组守正门，二组守后门，全都部署好了。哎呀啦，哎呀啦！咱进门到后门哦，来真侪个门的波头过掉的呢。啊，你有跟伊问讲，因是来要创啥无？我唔敢问啦。哼。哇。我。夫人，少爷伊透早就出去啊。我讲要去倒无？无啊，我叫伊食饭食饱才出去啊，结果伊也无看食，我来伊就出去啊。这个囡仔真有影。夫人，安尼嘛好啊，万一遐厦门的人哦是要来抓少爷的，安尼就抓无啊。到底是老表讲啥？什么人敢遐好大胆，无缘无故来抓恁少爷啊？相公公，你有敢发生什么代志是？恁是来遮过门，唔叫我们出入是？我是六家的人。我知，你用的你名。灵山啊，你有甲伊问讲，伊是要来从啥无？有啊，伊都唔肯讲呢。敢毋是要来抓阿宝的？应该唔是啦，若要来抓阿宝啊，共波头一定会出面才对。宝啊，你什么意思？专工来伫咧遮写，我你有甲伊面底皮了？你，我咧问你，你是下狗，无听晓啦哈？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！有什么干话？这不是命，要你家后日啦！走啦，叫你走你是不听哟，赶紧走啦！阿凤啊，阿姨，这阿姨，你已经吃半卡糜，菜嘛吃完啦，刚刚吃不够哟。吃饭啊！阿爹，狐狸，阿爹，狐狸。吃饭啊！伊无暂时住咱家啊。伊是安怎要住咱家？伊人咧破病，无人照顾，阿爹唔才才带当来住咱家。阿爹逐工拢无用，啥要照顾伊？不老啊！红丽，红丽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人不知就是人不了解，愠是胸怀怨怒。你对一博不了解，没用万钱，不能再去滚住，知道吗？对了，是不是六家少爷帮你等啊？你，红皮啊，你来询问公公什么代志？救我的人啦，我煞袂记得的。是什么人救你？杰小和尚。哎，你被冲上，还在里面的。快走！什么人啊？江波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阮岛的人是犯了什么国法？为什么要派这些人过来阮岛大门口啊？你来看清楚，是不是伊抓你？你
免看啦，不是我啦，兄弟，是不是啦？那有可能是我啦？哼！兄弟，你敢真是认不出来？我遐两个人，我伫小龟仔卡，我免哪里认出来？小龟仔卡，我认得，小龟仔。一台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灿妹啊，你去看我夫回来了是？是啦，婆。啊，外父都精神袂？我嘛唔知影，啊，伊咧坐禅，到底是醒还是无醒，我嘛看袂出来啊。啊，你拢无甲伊讲话哦？伊咧静修，我唔敢杂伊啦。哦，也无安尼啦，你坐下来见一个外父哦，啊来甲伊结缘者，啊若有缘哦，顺便拜托伊甲我看一个目睭。我已经失明二十多年了，真久无看到这个世间啦。我慢慢看，这里哈。来，你点到啊？到位啊。嘿。嗯。哎。奇怪。那人是在倒呀？残的呀，哎，外父嘞？阿婆，外婆无伫个呢？无伫个哦。唉，安奈可怜我家无缘呐。一个救啥人？救一个比你家大汉的囡仔。那可怜无？有啊，真可怜啊。一个小宝，佫较可怜。倒一个小宝啊？我是高阿姨的啊，有甲良心哦，人做在干的。啊，有好起来无？无。安尼有替讲你救人。阿弥陀佛，那天晚上多谢前往相救。不敢，贫僧功力浅，未能助大师一臂之力。阿弥陀佛，难不死。无啊，我活跳跳啊。公叔叫死死啊！我未死啊。是安怎未死？因为我的死期还未到。你家己知死，我嘛唔知。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你家己知死。好啊好啊好，恁两个卖吵啊。有
叔一定菩萨心的。我是菩萨，你也是菩萨。我不是菩萨啦。你若有慈悲心，你救世间的艰苦人，你嘛是菩萨。我是菩萨，我是菩萨。对，恁拢是菩萨。菩萨是爱替众生救苦救难的，所以哦，你爱听你师父的话，帮助师父去解救有困难的人，知无？请问大师，什么是佛法？然后呢？贫僧还是不懂，还请大师开示。当你执着时，就要放下；当你可以承担时，就提起来。也就是说，初学佛时，就要先学放下，学到后来，慢慢的你就知道要提起来度众生，而面对现实。多谢大师指点。阿弥陀佛。